做咩啊？饮水咯。你有冇常识噶？有冇煲过嘅溪水？饮呢支啦。根据我嘅常识，呢樽水系煲过噶。饮水要拣经过多重过滤，仲要用高温105度蒸馏过，用屈臣氏蒸馏水就啱啦。呢款加咗矿物质都系蒸馏水嚟噶，清纯令你安心。我希望大家有时咧，所谓饮水思源 ，OK？ 你饮得人哋嘅水，你就要感恩，唔好今日喺度讲屈臣氏蒸馏水。成就了登上悬崖超冰的女子。人在此尽亦犹豫退都未容易，开心原来可以好简单。